我们讲一下，我以前的代志，我一直做烦恼烦恼，以外，作衰我这代志。我想问题，家里的休息生活，哎，在位休息，休息啊，最近咧大水，我想，然后音乐安怎啊，嘛是安怎啊，拍电话拢找无人。啊。阮伫台湾诶厝人啊，厝人咧讲，啊，你是安怎？你伫美国遐咧经历结婚啊？结个婚啊？咧，无过结个婚，结婚啊？对对对。所以咧，但是这是经过足够时间哦，差不多两个月，单拢安尼哦。所以咧，我是全部办法啦，所以我逐日。特别拜来教我是祈祷，就是意思我祈祷的一部分。嗯，哦，上帝啊，你讲你找我，你妹妹能力最好，两个找我，你妹妹都是肯定。接受袂开啦，接受袂开啊！啊，有咧大水，我想嘛安怎嘛？迄阵我来祈祷的时候，我讲祈祷上帝给智慧，会用家己生活顶管、心理顶管，那个需要帮忙的时候才能帮忙。嗯。啊，顶礼拜呢，顶礼拜，乡人摕到一本《妇女的日历》，伊拢逐当寄回，所以就寄一本寄回。我想讲寄回，伊可能忘错啊。结果呢，寄回收得了，伊个台湾的日历，他是最喜爱的，所以拍电话来，讲得下哦，中华业哦，连续的，所以这就契机呢哦。伊个我讲伊特别庆祝。哦，那些诶，唔经过我，那是休斯顿有人啊 approach 啊，伊要庆祝。我迄个刹那吼，我想着讲，哇，感谢上帝。你记得？我逐礼拜记得吼，上帝伫伊身躯做工。啊，甲同伊讲话吼，继续 soft。无像以前遐呐吼，拢是 bitterness。bitterness. 因为伊的神是过身条。无啦，伊无结婚啦。哦，无结婚。哦。所以吼，我有顶礼拜有教我，我拜五啊，牧师讲，讲多谢上帝，感谢上帝。嗯。真的呢，这就是我怎做无助的时呢，就把那所有基督给神给我，让我。有一个 comfortness， 所以你嘛是无助的时刻。嗯，我那时候无助的时候，大家拢有安尼嘛。心理上哦，很多人有很多无助的时刻呢。你如果把这时候呢，把你的无助、把你的祈求交给上帝哈，你不知道从他哪一天要做工，但是这个是我亲身的 witness。嗯，所以有要阴着啊，有阴着，伊无阴着啦。伊话讲最阴到伊迄个座位下骹遐。哦，跟阮太太因来伊啊，同款。哦，住伫对。嘛，住伫休斯顿。哦，住伫休斯顿。无用着，总是有迄个关着嘛。关着就是无无要。你关得出来袂？我有看你出来，只有招你出来无，伊讲无。嗯，迄个因来伊嘛，讲家己伫门口，迄个路哩，迄个路。好，多谢多谢，哇！所以我感谢。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。好。